哒哒哒哒，今天马上掉的啊！草鱼，运气真好，今天啊，本来说是没事，马上去钓钓鱼，没想到钓了这么大一条。这条鱼，等一下给它称一下，它是活的，你看，嘴巴还在动。小妹子，我靠！来。我靠！一个人钓到了，这么大的草鱼吧？那不能吃的。好活的，要称下啊！钓到钓，钓成了。好，现在给它称一下。现在让谁称就行了。我给他了，你现在给他称就行了。称一下啊！哎呀，对吗？5斤、6斤、7斤、8斤半，这把鱼提出来，称一下桶。老衲斤，一斤六两，八斤半给的，斤六两，只有7斤3两。这条鱼刚刚称了一下啊，除掉这个桶的话，大概只有7斤2两左右。现在给它宰了，有个网友说要，宰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，明天再去寄给他。这条鱼的话，千真万确是我钓的啊，不是买的，是之前我跟我发小去摘猕猴桃过河的那条河里面钓的，就钓了一条。今天晚上本来想多钓一条的，结果钓不到。小心死了啊！这个鱼泡大不大？这么大个鱼泡，我家的这个菜刀啊，一点都不快，像个锯子一样。那接了这是快点，咱这个钓都没开。哎呀！那是啊。搞了这么一盆，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不会杀鱼的。现在腌点盐，把我袋子给它包起来。鱼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我把这个鱼提到镇上去，马上放在那个冷藏里面冻一天，晚上明天再寄给网友。我看了啊。